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记得看见平凡才是唯一。昨晚龙屁有谈到说在吉林市荒废的寺院这块地上有两根柱子，以前是大殿的柱子留下来，然后有一天有一位居士去除在两根柱子的中间种菜，在除土当中就发现了谷物。后来当县的政府啊就来跟村长跟村民来挖谷物啊，在西元1991年就挖到了一些谷物，其中很重要就是芥蒿代表是大雄宝殿的范围，还有一部分是装饰品、黄金等等。我们昨晚也谈到有居士带回家，就要赶快拿来归还，否则的话被就有灵魂来找那些东西回，他要回，因为这些谷物啊都有灵魂在守护着。其中我们有谈到帕格林昨晚龙屁说是灵佛牌，应该是讲说内置响铃的佛牌，gling gling 有村里的很多村民了，有其中一户有一位男生，他叫假设是阿祥啊，他叫阿祥，吉祥的祥，他有很多孩子其中有两个女儿叫小小妹跟大姐，假设然后小妹他的小女儿叫小妹呢，就跟阿鹏结婚，所以阿鹏跟阿祥的关系呢，是女婿跟岳父的关系。在1991年挖谷物的时候，阿鹏就从挖谷物的洞拿走，偷走了一尊佛牌 gling gling 然后结果呢阿祥看到，你今天拿到了是什么呢，来给我看啊，他就拿来看，结果阿祥非常的喜欢这尊佛牌，就跟阿朋友来给我吧，我很喜欢就用了岳父的地位抢来了佛牌阿祥不吉祥了阿祥用岳父的地位抢走了佛牌就有传统的仪式当挖到佛牌或者是有人送尊贵的佛牌，就要办一个仪式，就是传统当地的仪式，请应该是类似当地的乩童或者是懂得办仪式的人穿白衣来诵经，诵完他的咒语后，也准备了花盆
还有香，还有蜡烛，啊，就恭请佛牌进家。结果办完仪式啊，发生了事，就是大姐跟小妹啊，啊，被鬼附身。嗯，大姐跟小妹被鬼附身了，大姐就突然倒在地上，昏迷了，不省人事。小妹被鬼附身后情况很特别，她的声音变成老人，是男生的，本来是女生，就变成男生的声音，而且走路呢，好像拿着拐杖驼背，弓着背走，慢慢走，我带你们去看，然后他就带全家人到荒废的寺院挖古物的那个洞，然后就指，当时很多人还在挖古物啊，他到那里后就用男生老人家的声音讲话，哇，那边很多，这边也有，哇，那里啊，那里也可以挖，那边有黄金啊，挖挖，令全村的人啊，村民都怕了，怕死了。假如是各位啊，两个女儿被鬼附身呢，会怎样做呢？假如是龙屁啊，马上把佛牌还呢。归还，不过阿翔很厉害，他不还啊，他硬要，我喜欢这尊佛牌。他的方法是，好，既然有鬼附身了，我的两个女儿，我不怕的，鬼我不怕。布里兰府这边有一位师父，很会降鬼的，好吧，我去租车。他就包车了，面包车去找布里兰府那年很出名的一位师父龙破天啊，在山上，离吉林寺这边差不多一个小时开车啊，一个小时的路程去降鬼啊，哦，厉害哦，这如是我们就还了对吗？女儿被鬼附身了，还没完。结果，他包车了那天呢、啊，包车包好车，请了司机，也是村民呐、啊，龙屁也认识，差不多这种，面包车 ，van， 当司机呀、啊，带全部人上车了，要出发了。出发了一段路啊，结果司机感觉啊，有莫名其妙的手啊来遮住他的眼睛，看不见路啊！哎呦，怎么办？看不见路了！车上的人就，哎，你开好啊？为什么你这样好像蛇在爬一样，弯来弯去？喂，你开好啊？他偶尔。遮蔽眼睛，偶尔开给司机看路啊。如果是各位啊，会不会转车回啊？如果是龙斌也会转车回对吗？不过阿翔不认输，好吧，你认为你厉害吗？他就这样本来路是直直的，是直，不过他弯来弯去啊，从早上到傍晚，到傍晚了，到傍晚才到。不过到那边呢、啊，布里兰是市区那边后，又被鬼遮住眼睛，看不见路。结果逆方向到警察局前面，车就停了。所以警察就交警就拦车了。就把锁匙拿住了，你逆向开车啊，一段路了，
你是不是喝醉酒啊？好吧，你要坐牢一下，休息一下。所以他们就坐牢了一个晚上啊，司机也坐牢了一个晚上。天亮了，天亮了，从离开了派出所后不回家哦，还继续往前要去找龙婆天啊。一离开派出所，鬼又遮住眼睛。不过终于啊，就到了龙婆天到了龙婆天山上后，龙婆天也很慈悲啊。龙婆天这位师父也很厉害，改天龙蜜再谈龙婆天的威力啊。龙婆天是学武术很会写符啊符。龙婆天知道详情后啊，就降鬼的方法就给姐妹两个人喝泰国的鱼露，一人一瓶，就硬硬着把它灌进去啊，整瓶啊，各位，喝了就吐，喝了就吐，喝完了鬼也出了。不过回鬼出去了，龙婆殿也洒尽了，回家的路没问题。不过回到家，各位知道吗？有警察跟村长在家门口等着啊，你拿佛牌还我，那是属于我们村庄的佛牌啊，还我们。有警察来，阿祥才愿意还佛牌。哦，不怕鬼，怕警察。不过后来佛牌在哪里？